园在下楼后穿过主厅。有声音。在哪里？那是谁在唱歌？他们这是邀请我喝酒。曲娘，曲娘在哪儿？她会不会……不能回楼上去，得引开他们。他们是要去哪儿？退。
这造物竟如此羸弱。谁？是谁？嗯？只你一人？是你？你是偷走我们马匹的羽人？罢了，也须得与我走。别过来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静生，此地危险，多说无益。怎么回事？是让你们看家，不是让你们拆家。只是想通过城镇去喝酒。你们要请谁喝？昨天来的两位还在楼上睡着呀。什么？他都不是祥瑞，也没有在做好事，不许你们请他喝酒。哼，要让我见到他，我一定……等等，什么？谁被他带走了？什么茶色和酱色？什么颜色？哎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多做一张嘴。你看看，这都是在说什么呀？请小心一些，来，我扶你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小耶尼塞他不在楼上，也不在院子里吗？是你红头发的朋友吗？我没看见他，他是不是先出门了？不，不会的。他如果要出门去，一定会告诉我，或者至少通过您告诉我。您真的没有见到他吗？没有，早上真的没有呀。失踪案，城里的失踪案，是不是也都是这样的情况？我不知道。李正没有和我讲过。如果，只是如果，这就是所谓的失踪案，那也一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。请您帮忙看一看，院子里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他不是在二楼被掠走的，否则我不会一点声音也没听见。你先别急，我们可以去找李正。等等。怎么了？神秘术。这院子里有使用过神秘术的痕迹。
跟着我。你要去哪儿？你看不见呀，你告诉我，我带你去。不，请跟着我就好。再往前走就是水缸了，昨晚我来这里打过水。就在水缸的附近，我能很清晰地感受到。这是一根骨头。那就对了，李正说羽人也拿着像骨头的树杖，而小燕尼塞看见巨鸟也有这样的东西。我就知道，这下我们有证据了，我们可以。这不够，而且小燕尼塞失踪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就够了呀，羽人的骨杖都掉在这里了，这说明他来过，而且你的同伴不见了，那不就说明是他干的吗？但只有小叶尼塞先前亲眼看见了巨鸟，巨鸟的画像也是他提供的。没有他，我们依然无法证明巨鸟与羽人就是同一人。我听不懂，是说就算我们找到了他的骨头，也不能用这个证明任何东西吗？是的，没错。但是我觉得不需要想这么多。就是这个证据够不够，能不能证明，不是我们说了算的。我也不懂，但感觉这样不对。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，因为你很难过。您说的对，那我们……我们先去执词吧。今天李正也会在，他要跟我说些杜硕杰的事。我们正好可以告诉他，李正会有办法的。好。